江雨德，成哥，救我！你在哪儿？告诉我你在哪儿？在我家附近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江雨德，开门呐！喂，陈庆，江雨德出事了。我找不到他，江雨朵，你伤到哪儿了？走，我带你去医院。不用，成哥，我在。告诉我，发生了什么？他们在那儿。在哪儿？对面。你看不到对吗？有个人就站在那棵树下。我看不到。为什么你们都看不到？没关系，看得到还是看不到都没关系。有关系，因为我是个疯子。不，你不是。你是江雨朵，是三哥，是我朋友。别的都无所谓。帮帮我。好。能起身吗？我们回家。不能回家，他们还没走，不能让他们跟回家。就让他们跟着吧，来，我陪着你，不怕。不行，陈哥会看到，他待会儿就该到我家了。没事，无论有没有他们，陈哥都不在意，他不在意的。哥，三哥，谁把你伤成这样的？碰上了扒皮的人了。待会儿我就带上兄弟们一块上。今晚我不拆了扒皮那孙子的车行，我就不姓陈。谁都不许去，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你们都被插手。可是，听明白了吗？